这里是七卡山庄，小白飞吧。这里是距离雪山登山口2公里的七卡山庄。我们这天的行程悠悠晃晃，打包装备从登山口出发，来到七卡山庄，天色还大亮着。相对于 MIT 台湾制的闲散安逸，这里有一群顶着风雨由雪山上撤退下来的有为青年，还在教官的指导下努力操练。对台湾的山友来说，他们越是辛苦精进，我们登山时的身家性命就越有依靠保障。不过生命诚可贵，登山前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，不要因为山搜队员都是训练精实的帅哥正妹，还有我们亲切可爱的高山向导，就心存依赖，没把登山当一回事。别的不说，我们在途中遇见麦哥的好友，两度登上圣母峰，正准备拿气象博士的登山专家，他在雪山上淋了几天雨，不得已黯然下山，只能大叹天意不由人。离开七卡，春阳何许，视野辽阔，远山历历可辨，这样的山景，熟悉的路程，大家欣喜之余一路说说笑笑，忍不住想起那位永远无法同行的伙伴，想起一起奔走闯荡的台湾山林，仿佛他始终与我们同在。赴北极震荡带来的一场雪影响逐渐淡去，我们努力攀登台湾次高峰，在雪季的尾声，雪拼台湾。加油加油！又下雨了，又下雨了。有，受过多。通常第一天都会胃痛啊。想想昨天你们的行程。为什么昨天那一块肉没有吃啊？很饱的。五百五百，耶耶耶！不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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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耶耶！我觉得会垮的。一穿高一穿，啊啊啊！哎呀，MIT 台湾制重装列车再次出发，背着大背包的向导群，中高海拔的林相，空气的温湿度，组成一股久违而熟悉的气息。于是有人忍不住怪腔怪调，说一些无厘头的话。接着有人连老板歌都唱出口，然后嘴巴紧急刹车。原来那位离我们远去的伙伴还是会在某些情境中跳出来，好像还带着促狭的神情说，嘿嘿，我也来咯，爬山怎么能没有我。大家意识到蓝教官上身，惆怅是有一点，但随即释然，这个场合当然该有他啊。熟悉的山径上有熟悉的伙伴同行，就连迎面走来的都是好多年前的朋友。啊，好像看到老朋友了，也是这次的气象工作人员下山了。哎，小朋友，不知道现在叫小朋友还适不适合？哎，秀珍，哎，啊，好久不见。嗯，好久不见，辛苦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上面很冷，下了两天的雨。下雨哈？啊，对。那现在气象资料收集的怎么样？没电。没电哦。对。然后有啦，369。有时候369那个圈谷的没办法上去，天气太恶劣了。真可惜啊。因为我早上去收的时候还在下
下那个搓冰。昨天你先上去嘛、嗯、那昨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？哦，昨天上去到369下了一整天，整个风东风那边风很大、嗯、所以我们是湿哒哒的到369，那到369想说哎、欸、看会不会好天气，不行。一个白天都在下雨，然后一个晚上也都在下雨，而且是刮大风，所以没办法出去工作、嗯、那今天早上还是在刮，但是硬是把它，因为要下山的时候还是把它弄湿了再下来。这一次真的非常可惜啊，因为是跟秀珍就约好了在369，然后要到冰斗到主峰去，因为秀珍现在念台大的气象研究所嘛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就是林伯雄老师的研究生。对对。那因为他的高山经验非常丰富，所以负责高海拔收集这个气象资料啊。嗯。那这次特别要来记录秀珍他整个工作的情形。那因为跟秀珍也是算20几年的好朋友了，老朋友了。是。我们从95年，然后一起去攀登圣母峰。嗯。那秀珍不用讲了，已经在95年就攀登成功了。那后来又完成7顶峰。嗯。等于是两次登顶圣母峰嘛，一次从北，一次从南啊。本来说再利用这一次能够好好的来讲一下、嗯，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攀登的期间，还有这几年在海外攀登的情况。对，就被天气给打乱了。我们学天气的还是知道天气有封面要来，但是因为台湾的气候气象是非常的就是微气象，所以可能转个弯晴空万里。可能对面山是在下暴雨，这样子的收集是很辛苦的。下一趟是什么时候上来？通常我们是2个月上来一趟。嗯、那因为这一次上去机器有一些些的当掉了，因为可能是真的天气很不好、嗯，所以有可能在近期，当然学校春假，所以我就顺便上去做研究。不过这次也是很巧，听说刚好我们95年圣母峰攀登队的这一次都在雪山了、啊，现在几个在上面。我刚刚遇到小黑啦，小黑、啊、小黑，然后三姐今天陪我去做资料收集，所以你们今天上去可热闹了。啊、哦，好啊，啊也差不多20年了啦，95年到现在有20年了，是是是，已经充满非常多的回忆了。那当初我们在训练的时候，秀珍算是最年轻的，对，所以叫小朋友，所以他的外号我们都叫他小朋友啊。现在也不。也不晓得、啊，不过这几年一直还在海外攀登，那在课业上也很努力，现在已经念到台大研究所了，总会选择要念这个气象。嗯，其实后来我发现登山跟气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。嗯，如果每一个山友都能够，出发之前能够掌握气象的话，不是说叫你天气不好就撤退啦，是说。在某一些时段，你可以怎么样去着装自己的装备啦，去准备自己的这些器材，还有就是在行程上面的调整、嗯，其实是很好的。所以台湾的气候因为多变嘛，尤其是山区一到午后就会这个天气状况就不好，所以我会来念大气科学系，除了想要在这方面多涉猎一点以外，然后可以去推广。嗯，那最后，因为这几年我很努力的想要成立登山学校，所以在未来的登山学校里面，登山气象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轴。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山友，如果要入山之前，山区的路况如果都能掌握的话，安全呢就能够掌握。对啊，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啊！好，加油加油！对啊，小朋友真的长大了。对啊，老朋友。1995年，台湾一支登山队伍远征圣母峰，麦哥是队中成员。经过种种波折，最终由队伍中最年轻的小朋友和此时正在雪山上的小黑代表登顶。小朋友江秀珍还成了台湾第一位登上圣母峰的女性。远征归来，队员拥有各自不同的生涯发展，但是对登山的热情都始终如一。江秀珍更是攀遍世界7大洲最高峰，还有计划的学森林、学气象，期望未来办学校普及登山知识，把登山带到新的境界。无论从事什么工作，这些曾经在险峻道路上攀登巅峰的登山专家，几乎都是那种定目标，再怎么辛苦都会努力完成的类型。MIT 台湾志也不例外，不走几次也不厌烦。
没有下雨啊，走起来舒服多了。要走这个绿色隧道啊，他们都是二叶松啊。现在位置已经走了大约1公里啊。大家讨论的结果，今天行程应该是这几天最轻松的。今天我们目标只到达七卡山庄。真的吗？哇，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大家很高兴。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大约1公里啊，1公里就可以到了。那我们从登山口出发，海拔大约2100公尺，上到七卡2500公尺，所以这落差也不大，大约400公尺啊，然后2公里的距离，一般行程大约走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了。那我们今天慢慢走，因为我们今天出发比较慢，所以我们也不勉强就到七卡。那明天再用最好的体力和战力上到369去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目标七卡，大家慢慢走。好，出发，出发。刚刚太阳还出来了呢，希望明天也是好天气。那，这展开，我们这边上。叫。今天的行程即将结束，因为我们已经到达七卡山庄了，就在上面不远处了啊！加油，到了，精神都还很好。对，加油！行程如果第一天是到七卡的话，就比较轻松。虽然轻松也有个好处啊，先上来高度适应，然后再慢慢往上爬。对，看到一些山友了。哦，对，骑卡到了啊！嗯，哎，到了到了，哎，大家好，好，最后，好，大家好，哇，已经很多朋友已经到了啊！哎，那个蛋姐，我到考你，哦，3分钟，哦。啊，好久不见！哇，这次上来是做什么？雪训。雪训哦。对。带什么样的团体？带台中市消防局。哇，消防局。是。哇，这很重要啊。因为那个山域区块哈，那个如果有山难事件的话哈，那都是由消防局这边来处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新闻上，如果有一些山难，或有人迷失了，是，或是受伤了，是。都是出动这个消防队啊，对，那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啊，因为到高山还要背那么多的重装啊装备，然后上去救人，其实他们也有危险辛苦的一面。是，因为这一次呢，就透过这样的一个雪训哦，那老天呢有一点不帮忙啊，有点考验了，应该要给你们考验的。那是。昨天这两天雨听都下得很惨烈、啊，下很大，很大哦，真的很大，那更辛苦了。那全身呢都湿的，又那个手都冻僵了，都冻僵哈、哦。那雪有很厚吗？在黑森林过后哈、哦，那个雪况比较好。那这两天哦，那个、雪况呢，下的都很大啊，所以呢。可能都融雪掉了，辛苦了。带有多少消防队员上来？现在目前跟那个志工有27个。啊，今天还有课程吗？刚才下课，让他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还是要上。好，对，我们可以顺便记录一下这些辛苦的消防队员的训练工作了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昼夜台中市消防队，加油！MIT 唐汉正，加油！麦哥还在和老朋友柯教官聊天的时候，后面的消防队员和山友已经像见到偶像的粉丝，争着和向导合照留念。山友喜爱向导，有可能是 MIT 台湾制的关系，但打火弟兄喜爱向导，多半是因为原住民向导经常协助山难救助。尤其阿青这两年承揽雪霸国家公园清洁工作，发生山难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往往是阿青带领的布农弟兄。
真正是出生入死、打火救难的好伙伴，见了面自然分外亲热了。七卡山庄海拔大约2500公尺，是雪东县雪山登山路径上的两座山屋之一，距离目前的登山口2公里，有床位130个，以及山屋前广场可容纳10顶4人帐，有水源及太阳能供电，行前需向雪霸国家公园申请才可入住。早年雪东县以武林农场为起点，至七卡山庄恰为7公里，位于7K 的山屋因此得名。整装完毕，非常专业的队伍啊！李队长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辛苦辛苦了，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专业队伍，我们觉得非常的有希望，而且很有信心啊。现在的整个队伍的不管是装备啦，还有器材，感觉都已经是很先进、很专业了。那也受很专业的这个训练哦。那你们这一趟主要来训练一些什么样的课程？哦，因为我们这一趟因为是。专门是做那个雪具的训练，我们都预计在每年的年初的时候会安排我们雪山，因为雪山算是我们的辖区之一，雪地训练嘛，哦，是因为台湾的冬季高山是会下雪的，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状况嘛，就要靠很多消防队员搜救啊，所以真的辛苦你们，而且谢谢你们。你看起来真的很年轻了，进入消防队多久了？我进入消防队就8年多了。哇，今年几岁？刚满30岁。啊，那你有拍那个猛男？啊，我已经当爸爸的不适合拍了交给我们那个年轻人。这次台中市的消防队哦，队员非常多，主要是有哪些分队？我目前有离山跟和平消防分队，因为这两个分队比较靠近山区，所以搜救啊救援就特别的重要。是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认识一下队员好了。和平分队的俊成，俊成第一次参加雪训啊，很有挑战性，赞。觉得受训的状况怎么样？在体力上非常的要有能量，就是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应该没问题了啊！加油加油！台中市和平分队邱志顺，那我是台中县的时候就是山上搜救队，然后之后才在台中市的时候又回归回来。我去年在竹山，所以之前去支援，那今年再回来这样子。哦，看你这绳结打得好特别啊！以前我们也学过攀岩，这是麻花结。哦，麻花结，这绳结是非常容易去使用，它可以快速的拆解，拆解完之后，我在下方的或者是上方的绳子，我可以顺利的去救援，然后我可以顺利的马上的回收绳子。哦，它拆解非常的快。好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打得不但漂亮，他说又很方便，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。我们打了一个瓶颈。这个要直接出绳哦，哎，直接好像直接就可以拉开了哈。对，那不会绊到绳子，嗯，不会绊到绳子，因为这看起来很复杂，感觉像打结的感觉。哎，是是。哦，这是，所以我们称它为麻花结。好，辛苦辛苦，加油！我和平分队曾毅。曾毅，哎，对，到消防队多久了？我消防队服务大概快满10年，那我来山搜是满一年，我去年才加入。你看起来怎么都那么年轻呢？哦，因为。其实在山上吼，那个在山上我们那个什么老化速度会比较慢的，老化速度会比较慢，真的，对对，所以大家要多走到山上来运动啊，空气又好，尤其雪训要救援真的很困难，很困难，因为我们操作训练，就要消耗非常大的体力，真的，而且光。你看我们这样上山，我们不只要背技术装备，我们还要背我们的一些食物嘛，还有我们一些保暖衣物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山难时候就是蛮不容易的。在这种冰天雪地之中，那下的大雨已经淋了4天的雨了嘛？没错没错没错。听说你们第一天上山就下雨了？没错没错。所以像这么专业的装备有湿掉吗？有有有，所以我们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我会越背越重，真的。是淋雨。有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要给消防队员鼓励啊，因为这到高山本身就很。危险的，没错，自救都不容易了，何况要救人，那是更难。面对这种恶劣的天气了，哈、你好，你好，和平分队志军，加入消防队多久了？我服务18年了。哦，18年了，我是里面最老的队员。18年，那这样几岁？
已经是39，满39岁了。39岁了，對對對，哦，那你应该看了蛮多的状况嘛，哦。那消防队这几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？这些训练呢？就这几年专业训练之后，我们的那个专业技能有一些强化。嗯，对，在绳索方面呢、啊，还是在雪地救援方面都有一些强化。那我今年跟去年都有参加过柯教官的那个雪地训练，那学到很多东西，真的很专业。然后到山上是真的很耗费体力，对，是一件很不简单的工作。对，那这几年有实际参加救援任务吗？实际参加救援任务的话，就是去有一次去南湖大山，抢救那个。那个大学生的那个受困的任务，那有顺利达成任务，就是把他们救下山的样子，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。对啊，对对 对，能够把人救下来，真的是对这个最有成就感的。对，那谢谢你们啊、哦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主持人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那个离山分队的嘉贺，啊，我下消防队实务经验来。实务经验的话，大概一年出一点点而已。嗯哼。啊，实际如果救灾的经验，大概在山域这一块的话，是在去年那个那在南湖大山上面的那个苏迪勒台风，然后有登山客就是溪水暴涨的关系，然后他受困在登山口。嗯哼。啊，那我们就是要架横渡绳过去，然后我们跟我们的消防弟兄一起协助，就是到对岸。专门救援过来这样子，消防队员是包山包海啊，又包这个溪流，真的是无所不包啊，十项全能啊，对吧？OK， 你好，你好，好，离山分队泰鲁，哦，非常有造型哦。在离山分队多久了？我跟嘉禾一样，到离山大概一年多，一年多，同学，哦，你们是同学啊？同学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训，在训练的时候就是训 ，OK， 好好。那这几年有什么样的搜救经验吗？去年的平田山，然后桃山，反正都是一些山域啦，随时要保持最佳战力啊。一些灾难都是临时这样发生的，这样子。是 OK。所以你们这一次在雪地有学到哪些技术？滑落制动啊，然后还有怎么在雪地求生啊，御寒啊。嗯哼，对，然后一些技术装备的操作，这次收获也蛮大的。那教官教得很好。现在大家最有兴趣的，就是在里面队员上看到唯一的女孩子。哎，你好，两个哦，还有另外一位是吧？是代表。OK， 那么和平分队苏萍在消防队服务八年多了。八年多了啊，加入山手也是就是这一年。啊，我原本也是在市区，啊，是跟那个。我们前面和平的学长一样，就是后来三兽编组成立之后，才就是申请到和平分队这边这样子。哦，那像女孩子在消防队里面主要的任务是做些什么？嗯，就是大致上就是跟就是其他同仁是差不多这样。我没有特别优惠啊。嗯，就是，对，就是可能体力上会比较。可能跟男生还是有一点差，就是同事他们都是还是会协助，啊，我们就是尽力而为啦，这样子，嗯，对，这样子。那参加他也是高级救护班刚结训完毕，哦，高级救护班，就是刚参加完那个高级救护技术员的训练，这样。不是只有救难，有人受伤还要会一些简易的医疗啊，包扎。这四天拎得全身湿哒哒的，会不会想要下山呢？真的，每次上山都觉得哦，爬山很开心，可是爬到山上又觉得又湿哒哒，然后又很难过，就觉得哦，爬山真的也是蛮累的。不容易啊，哦，跟男孩子受同样的训练，很多装备也都是自己要背嘛，哈，体力应该还不错。平常怎么样训练自己？也是跑步啊。我们三个月会有一次训练啊，每个月自己分队也会有自主训练这样子。巾帼不让须眉啊，真的是不简单，很厉害。嗯 ，OK， 那现在最后一位，你好，李先生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看到这是，我知道你都在笑，我有时候只有一位女生，好像。对，你不会都这样讲。刚刚没有注意看，那不好意思，那就麻烦。我是和平分队的婉珍。婉珍你好。然后我是陆消防，跟蔡鲁跟嘉禾一样，我们是同学。然后我进消防也一年半左右，然后也是跟他们同时从去年十月的时候加入三搜。搜救经验就一样，就是平田山，然后还有和平分队比较特殊的就是终极山的山难，就是古关七雄，然后烟嘴烧燃那部分，要协助帮忙上去搬运啊，或
是去找名人这样子。当初怎么会选择消防这方面的工作？一开始是妈妈建议说要不要考警专的部分，然后就是去就然后在抉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比较喜欢运动，然后消防这方面会比较属于我比较有兴趣，对，然后我就继续读，然后就越读越有兴趣，然后就还蛮开心，然后就进去训练中心训练一年半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是开始是妈妈建议的。嘿，对。那像你当时怎么会选择练球？是妹妹建议，没有啦。妹妹不简单了啊，因为消防毕竟有时候比较耗费体力，也比较辛苦，而且工作有时候也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性。女孩子有这兴趣要练消防，挑战自己。经过这样介绍，我相信民众啊对这消防队更有信心了啊，那要给他们最大的支持啊。教官啊，你好，你好。那就要麻烦你了啊，对。因为这个是一个既定的科目，嗯，那现在是他们成军之后呢，就是一年前啊，才开始成立这个三艘小组，嗯，那成立这个三艘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在对于施教或者是那给他们的一个指导哈，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如果时常换人的话哈。然后都是教那些比较粗浅的，嗯，那我们会慢慢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在替换的时候呢，会慢慢的给予他们比较高阶的一个训练。去年我们有做一个初阶的训练，嗯，那今年呢，我们就加强他们的在对于三一方面呢比较高阶进阶的来做施教。好，那我们呢要模拟指挥中心呢，他发布一个三难事件，那我们呢必须派出一队的搜救员。因为雪山比邻角有人呢，是失踪的，那我们呢必须要去做搜寻的一个任务，所以呢派出一支搜救人员上山做搜救。那因为是雪地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要平常的这些装备呢再加强一些呢技术装备上山。好，那因为有一段呢是一个IB，我们必须要架设绳索作为横渡。那每一个人呢都必须要去做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确保，然后呢到达对岸发现登山者是坠崖在那个崖壁底下，那我们呢必须要由先锋人员下到崖壁救援。好，那我们呢淋了几天雨回到七卡山庄，柯教官还是抓紧时间持续训练。这位柯教官外号三分钟，他客气地说从小考试只考三分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此人体力惊人，身手灵巧，地形再困难三分钟一定解决。2016年台南大地震，柯教官和我们的老朋友卓议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无论山地平地有需要的地方，他们随时打包三分钟出发。山区的消防救难地广人稀，难度倍增，消防之外还牵涉森林保育等事宜，因此山区的消防救难工作全责单位包含各县市政府、消防、警察、国家公园、林业、卫生等机关。公部门之外并有协助救灾团体，指的是民间救难组织、登山团体等。山难发生时，先由就近机构紧急处置，等待消防机关抵达，由地区消防主管统一事权指挥调度。厨房，那现在天色已经都黑了，是大家要吃晚餐的时间了。每一个单位、每一个团队都有自己准备的食物。那今天七卡山庄非常非常的热闹，除了白天我们看到的消防队员之外，其实还有很多单位啊。看一下大家吃些什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从哪里来的？金山。我是实践大学。实践大学啊，哇，那你要叫我学长。啊，我是实践毕业。我们从大陆的福建过来的。哦，你们是从大陆算是来这边念书吗？哦，是之
3年前到这边有交换生一年。然后这一次是再过来玩。他怎么会想来爬台湾的高山？因为3年前我们有一次上雪山，那时候清明，然后碰到大暴雨，然后就没办法，就只能紧急下车。然后觉得说还蛮不甘心的，所以这次过来想再试一下。这是遇到坏天气了。对。哦，原来。下雨你们两位都是从大陆过来，很近嘛，哈。对啊，很近，隔个海峡就过来了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坐船到那个金门，然后再坐小三通过来。哎，你会讲台语吗？我听得懂一点，因为我们那边的家乡话就是也是闽南话的分支，然后就是基本上台�湾话我可能听得懂。个70%-80%吧。哦，李贺，哦，李贺，李贺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们来台湾玩，谢谢，好，玩的愉快，加油啦，加油，加油。OK， 你看大陆学生都来台湾爬山了，很厉害，不简单。哇，今天还没说啊，问候一下。哎，你们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组成啊？我们是六个是志工，志工啊，哇，辛苦了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哦，志工就是真的是来山上就帮助大家，帮助很多事情这样子啊。那平常就是会来像七卡或三六九这样当志工这样，对，太积极。那主要是做一些工作，就协助山友，然后维护环境，这样子，然后安排一些床位，也告诉山友有关山林的规定这样。那你多久会上来一次？那我们是不同单位的志工。啊，不同单位有哪些单位啊？有两个是泰鲁格国家公园的志工。哦，这两位是泰鲁格国家公园。对。那还有？我们两位是林务局。林务局的。对。哦，你们好。都是林管处。都是林管处的。对。那还有呢？我们两位是学霸的志工。哦，所以是三个单位集合在一起。今天怎么有这个机缘，这样三个单位在一起啊？因为我们是跟他们台中消防局这一次做一个山域搜救的一个训练，对，因为我们的虽然是志工，但是，哎，我们也是在对搜救志工，对啊，搜救志工，平时做一些保育的工作，因为都是公部门嘛，消防队、国家公园、林务局都是要一个整合资源才能够集中，你辛苦了，没有没有，哦，因为说得很开心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好，OK， 这还有一座，这应该是消防队做的啊。哎，你们好，大家好。哎，这边好像都单打独斗，每一个人自己煮。对，我们都在自己煮自己的东西。因为要救人，要先能自救，要先能够自理。那你要吃饱一点啊，这几天操得很累啊。好，那现在要换我们吃饭了啊。哎，哎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，完全没有看到呢。对啊，真的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了哦。露出夜袭的救飞工。哎，你们是？我们是。好久不见了，来，你是什么单位的？哎，我们是 MIT 台湾制的背工跟向导，有吗？有，辛苦辛苦了哈。那这个一定是有丰富的料理，对，看一下。来分。哇哦，上上锅了。其实这次慢慢。这一次讲到搜救，其实我们这几位向导也都是参与搜救不遗余力的啊，对，都实际参与很多救援的工作了啊。对，阿浪，去年才刚来这里搜救，有几次啊？去年就应该是到五件啊，前几天不知道都忘记，那个都是我们老板都带来，我们就。都是收到讯息有没有？我们不会想帮忙叫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去年这边大概飞了四个师弟，大概四个人啊，对，这样的啊，包括我们的兄弟，这个是我们兄弟的网。不能，是我们兄弟的，兄弟的。OK， 希望他有我们同在了。好吧，今天大家也走了半天了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那我们就赶快吃饭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动了。好 ，OK 的，OK， 好，去开动，吃
次没下来，我要不然他每次都说没有了。哦，要没有了，这个你现在没下来，这个是我煮的，因为他每次说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我煮的，所以说你们可以先吃，我也偷吃了。哎，没有了。好了，我先。好，来来来，开动开动。好，来开动喽。七卡山庄的向导大餐由志平掌勺，分明大权在握，还把饭菜往外送，自己再来喊没有喽，那就怨不得别人。还好志平没那么迂腐，这趟行程没有喽成为绝响。依照传统，不在场的向导最容易被揶揄，这趟也不例外。但蓝教官没有扳回一城的机会，大家收敛不少。夜里星光闪烁，总觉得蓝教官在天上会说不够不够，那个谁再多说一点。其实大家想说的是，蓝教官，我们想念你。志愿服务在台湾社会已经蔚为风气，台湾的林业主管机构早在民国1953年就拟定森林解说服务计划及推展义工制度实施原则，开启解说服务先驱。近年来，林务局所辖的相关单位、国家公园积极招募志工，协助解说、步道铺设、环境维护等工作。好久不见，何许温暖的阳光终于出现了，不但身体也暖和了，整个大地的颜色也都不一样了，变得比较鲜艳，比较浓郁哦，让天空变得更蓝，植物变得更绿。昨天晚上满天星斗哦，觉得今天应该是一个好天气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一般正常的行程，从七卡山庄出发，翻越雪山东峰，然后再下到369山庄。七卡山庄这边海拔是2500公尺，那今天要翻越的最高点的雪山东峰是3200公尺左右，然后再下到3150公尺的369山庄，所以整个高度落差大概有700公尺，那距离呢走起来大约有5公里。那今天一般行程来讲也算比较累的一天，因为今天是重装，不过通常第一天坐在七卡山庄高度就比较适应了，有经过一个热身，所以今天走起来应该还好，就是慢慢慢慢的往上走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对我们的行进是非常有帮助的，而且是有点超乎我们预料之外的好天气啊。那到上面的景色应该会不错，如果没有起雾的话，那相信在今天的好天气之下呢，大家走的会更顺利。待会就要重装上东峰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动一下筋骨啊。那我们这次阿浪教官来了，那我们就有请浪宝宝。哎，很高兴这次又是浪宝宝带操，虽然有太阳，你看但是还是会冷哦。来，开始运动哦，来手脚关节运动，来，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，膝盖运动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换边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。
离开奇卡山庄哦，一路就是知识坡的比较陡上，那一直要走到枯坡之前哦，都是在比较郁闭的森林里面，所以在这一段的话，虽然阳光很大，不会太曝晒，走起来还蛮舒服的。那路径非常的明显，就是之字形的这样一直往上。那要到枯坡，大概突破3000左右，就会进入到草原的景观。那从森林里面往外看，隐约可以看到中央山脉啊、南湖那个地方。目前天气都还不错，那开始起了一些云雾了啊、哦。那不知道到枯坡之后视野会不会更好一点？好，加油！走、啊，走、啊，走、啊、吗？有，超过2700了哦，视野越来越好了，看到南湖有雪了，再上去可以拍南湖的雪。走，加油！好，哎呀！现在爬到这边哦，可以看到桃山就在对面，非常的清楚，尤其是上面建筑草坡那一段，像桃子一样，桃山看得很清楚。哎呦，有吗？有，毕竟是一起走过无数高山，向导们经常一出口就惊觉，这又是蓝教官的口吻。尤其南湖中央间就在视线之内，攀登雪山的这条山径也曾有他数次同行，一行人忍不住就会想起这位最佳登山游伴。还好大家想起蓝教官的时候嘴上总是挂着微笑，像这样被笑着想念，在天上的蓝教官应该也会很高兴吧。雪山山脉名峰桃山，海拔3325公尺，台湾百岳之一，位于新竹县尖石乡与台中市和平区的分界。山顶有一颗三等三角点，与品田、石友、克拉叶并称五林四秀。山友经常以3到4天行程走完这四座山峰。桃山由于山头柔缓圆润，形似桃子而得名。泰雅族则称为巴波卡巴，意思是拳头山。走这段路，沿途景色真的还不错，就一直可以看到中央山脉的盟主，就是南湖大山。现在也可以看到中央尖山了，那现在可以看到上面都还有皑皑的白雪，颧骨也有雪，所以表示积雪的量应该还蛮多的。走一走要适当的休息一下，因为登山也算是一个长时间的耐力运动。这边刚好是 3.5K 休息站了、啊，从这边到登山口 3.5K， 然后上到369也是 3.5K， 倒是走到一半的地方。那就在这个二叶松的树荫下面休息一下，今天天气真的还蛮好的，就不会感觉这么的寒冷哦，所以不用添加太多衣服。那休息一阵子呢，就继续往上到枯坡去。那在二叶松树下面也可以看到金翼白眉、台湾噪眉哦，在那跳来跳去的。那这种鸟叫声非常的悦耳，体积非常的大，它也是台湾特有种。那尤其它眉毛这边呢是白色的眉毛，非常的明显，那翅膀有点金色的，样子非常好看，感觉有人的地方或游客多的地方，它都会靠近。可能是人常常也会喂它们啊，所以它对人戒心也不是那么大。所以我们在像合欢山的停车场常会看到这种鸟，那待会就上去走出森林就到枯坡了。春阳何许松针铺地，
行程又是那么悠缓宜人，待在这儿好半天，大家都避免提起接下来还有行程。环境舒适，手机讯号能通，向导上 MIT 台湾志粉丝页，看到网友谈到自己，笑闹声不断。金翼白眉完全不受影响，快乐地捡拾人们有意无意间掉落的碎屑。此情此景，要不是才走了一公里多，说不定有人会厚着脸皮想要扎营。休息够了，神完气足，可以轻松面对枯坡，但大家对天气却没把握。学气象的登山专家都撤退了，我们的雪山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